那你们看，茉莉姐姐呢？茉莉姐姐，茉莉姐出去了，她最近了吗？我最近秃发了，秃发。你秃发了？我这个你看吧，你看吧，没有，秃发没有。真的头发了，都没剩几根了，怎么办呀？我要找茉莉姐姐帮忙。好，快点给茉莉姐姐打电话。哇！我看看茉莉大哥的后脑勺，我看看，看不。这个后面的头发确实是有点少啊！刚才我已经听真真在电话里面告诉我了，所以呢，我回来的时候买了这个的头花，这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吧？不知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头花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和 C， 还有 E， 对身体非常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就对头发生长有好处喽。就啊，对呀对呀，好喝吗？好喝，你就知道好喝不好喝，你就知道。这个呢，说实话，如果只是泡水的话呢，味道比较淡，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今天呢，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些好喝的喝法。那我们快做吧。那么现在我要为魔力大哥做这四种特别好喝的蝶豆花茶饮料啊。那么现在这四个杯子呢，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这个蝶豆花呢，我已经泡在这里泡好了。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是不是？是蓝色的。那么这个杯子看起来空空的啊，我也有把这个我们的巧克力呢融化掉了以后，我要先为魔力大哥装饰一下杯子，甜甜的。那么魔力大哥喝的时候呢，就会特别好喝，口感就会特别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杯子上面我会放一些巧克力，然后在上面我会加一些我们的小糖针。那么现在呢，这个呢已经涂好巧克力了，然后我就要用糖针装饰它。哇，这个杯子呢现在已经装饰好了，怎么样呢？有没有很漂亮？我先来呢做蝶豆花柠檬茶，然后一会儿呢还会有奇迹发生哦。我们先把我们事先做好的冰块呢放进去，夏天当然要喝的凉凉快快的嘛。好凉好凉，魔力姐姐已经事先有洗过手哦，非常干净的哟。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放一些我们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的蝶豆花茶。哇，漂亮吗？漂亮吗？我都可以想象到，如果一会儿这样喝的时候，巧克力甜甜的，然后还有这个酸酸甜甜的，一定会非常好喝。那么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一杯蓝色的。那么现在我要倒进我事先已经榨好的柠檬汁，奇迹就会出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吧。你们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变成了紫色。哇，可能我倒多了，其实如果倒少一点的话，那么这个蓝色和紫色就会混合比较均匀一些啊。那么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紫色了，不过上面会深一些，下面会浅一些，可能有这个冰块的一个作用啊。哇，好不好看？漂不漂亮？那么第一杯已经完成了。第二杯呢，我们用一些我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我们的蝶豆花的那个茶的冰块，这个是魔力姐姐经常喝的嘛，所以呢我有准备好了事先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蓝色的冰块呢放进去。然后呢我就会倒入这个我们的苏打水，先倒一半。是有趣的。这些够不够呢？再来一些吧。最后呢，我要不是最后，我先再来加一些我们蓝色的蝶豆花茶。已经变成了什么颜色？淡淡的紫色，是不是？这个颜色要比我们刚才做的这个颜色呢要深一些，然后下面呢就是苏打水这样透明的感觉。这杯我也好喜欢，特别的漂亮，像星空的感觉。开始第三杯喽，我也不清楚第三杯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要弄到奶茶，我先放奶茶。哇，奶茶配茶，奶茶放一半吧，然
后放我们的主人公。哇，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颜色？这是我意想不到的颜色，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我奶茶好像倒多了。哎呀，我都不知道口感了，要看魔力大哥怎么想。那我倒一些柠檬会是什么样的？会变色吗？变色也看不出来。哇，这是什么鬼？不过味道闻起来还不错。我为魔力大哥什么的第三杯完成了，最后一杯了，希望最后一杯的话可以完美收工，可以漂亮一些。哇，这个瓶子好大呀！哇，只这样倒就已经好漂亮了，倒些醒目进去会是什么样子呢？嗯，有变色吗？哇，真的有变色耶，有变色，有变色，变得现在是蓝和紫相间。我决定倒点这个，倒点那个，再试一试。耶，好像有点蓝，是不是？嗯，我还是让它再变一点紫色吧，加一点我们的柠檬水。啊，好了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和前面的两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是不是？最后某一会儿呢，我可以给它补一些冰块在里面。那么现在这四杯呢，我已经完全做好了，我应该把魔力大哥和珍珍都叫回来了。哇，好漂亮啊！是不是特别漂亮？这个就是我为魔力大哥准备的。你选哪个魔力大哥？你要喝哪个？我要整容，这个真的哇！哇，你要多喝一点哦。超漂亮的这个，对吧？你喝吧。珍珍，你要哪个？我要这个吧，这个好看。我一想珍珍就会喝那个。对，真的要这样喝，对，把巧克力也喝进去，那我只能喝刚才我自己调的这个喽。你们要多喝一点哦。哦，太凉快，太哦，超好喝，是是，哦哦，怎么了？怎么了？对对对对对，多喝。对对对，什么对魔力大哥？喝一次，喝一次，怎么可能长出头发？又怎么可能长出这个颜色的头发？彩色。其实这个茶呢，还是对身体特别好的。如果坚持喝的话，一定会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是你的好喝吗？超好喝，酸酸的。我的这个，我想说就是奶茶的味道。大哥，你这好喝吗？喝我这个，真的甜甜的吗？我骗你。嗯，那你就多喝点吧，提高免疫力啊。然后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星空解毒花茶饮料，做到这里了，非常成功，也非常好喝，是不是？那么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哟。还有大家一定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我们下次见吧，拜拜。